出了 Pure i9 扫地机器人，可以在不碰撞任何东西的情况下扫完这个家。一般的扫地机器人，它是靠着碰撞来改变路线。然后他就说，他这一台呢，它有只眼睛啦，所以它可以侦测物件以后避开啦，那有勾引啦。所以我们当然不会让它好过啦。我们今天当然准备另外一台，要来跟它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，PK 对抗。从他牌开始。Are you ready? Ready. 出发。感觉下巴很痛。也真的要减速的意思。不要。哇，感觉蛮痛的。死了。Game over. 来，皮莱克斯。Are you ready?应该也是会撞到吧。我看着你哦，你不是有把揪吗？没问题，哎，停了，紧急刹车，哎，有些微的差距，但还是停了。哇，接近，成功了。第二关是我们的不规则回避障碍，看下面。这件是我们常常在地上会遗漏的线材，当然不会一开始这么多啊。随便放，随便放。看它。好，一样先从他牌开始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应该是你过去啊。直接上去，接它那个线会坏掉吧？坦，这是坦克的概念吧？而且就这样走了，又来一次。哦，直接推走了，还要惨叫，好可怜哦，这些线。好，接下来应该就是，对吧？会撞到吗？哎、欸，撞到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、欸，而且还边刷还爽，扫到里面，蛮可爱的。很认真在扫，而且看起来真的很像有眼睛，哇！真的是哇，这个很难，这个只要稍微一碰到就全倒。这个好像不用看了，这一定是这绝对完蛋。这个一定直接撞过去啦，而且应该不会停。果不其然，还碾过去，完全无视他。哎、欸，这么有东西吗？哦，那没关系，我碾过去，然后再回来再扫一次。直接吃掉，扫完了耶！把我还吃完了。今年能力不错，我觉得连他可能都有点小小的危险哦。因为像他刚刚如果说是侧边碰到的话，对，但还是会倒。真好紧张！哦，关卡来了。来，没有刹车，没有刹车，他是没感应到。有吗？有吗？啊！停了一下，有撞到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他是差一点点，他这样害怕、欸，真的只差一点点哎、欸。好，我们的实验结束了。我没想到他真的非常的厉害耶、欸。而且我们这几个礼拜使用下来，发现他真的是对我们超有帮助。就像我们有一个电池啊、充电器啊、线啊在地上，他就会绕过它，然后把家里打扫干干净净。因为它有别于往其他的扫地机器人是透过碰撞的方式来改变路径，而它就是用侦测的方式。所以我觉得还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的。那我们这一次的一加一障碍挑战赛成功，我是Lin，我是伊利，不要忘记订阅我们频道，还有分享这支影片出去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小铃铛开起来。